请收看我在这里发现爱。他就是许乐，一个活在幻想世界中的畅销作家。平地老虎来，这一天灵感竟然抛弃了他。灵感，我需要灵感，绝了，沉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为了找回灵感，我要出去走走。本来犹豫就上，所以灵感开始哭，哭不出来，笑也笑不出来，我不会连害怕的感觉都没有。他决定走出自己的城堡。现在请问你要去哪？2月3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，华视频道，这里发。